非常值得庆祝一天，因为我要来购物了。老板同意加薪之后，大概过了两三礼拜之后，薪水拨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今天要拍什么？今天要拍的就是拨下。我现在大概半年前跟老板面对面考核嘛，他有答应我说要帮我加薪的，可是过了半年，东西到现在还没有下文，搞什么东西？所以我特地在前几天就预约老板，今天要跟他们再次面对面谈加薪这件事情，就让他今天给我一个交代。如果没有交代的话，我就不离开公司。好，那现在老板很明显的还没进公司，所以等他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进去跟他好好的聊一下。就是半年前好像有人跟我说、有加薪这件事情哦。有啊，是我跟你讲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录音。可以啊。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是我的声音。是啊，是我的声音，是你的声音啊。好好好。最近比较忙。最近比较忙，可能忘记，没关系，老板，我没给压力，意思，老板。我在交代粉丝。好啊，好啊，今天几点大概？今天几点？对。就晚点了。好了，那所以是几点？好，下班前好吗？下班前。注意啊，那就不打扰你工作了，你先去忙没关系。啊，我先去忙。没有了，我去忙了，我去忙，老板。好，那我先撤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要来购入我人生的第一个加薪的纪念品，我来到的是101的宝格丽专柜。那我怎么挑宝格丽呢？因为我其实已经关注宝格丽一个系列叫做 B01。很久很久很久了，我非常喜欢这个系列，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系列比较偏向于年轻化潮流一点，像是周汤豪带过，吴亦凡也带过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一个向往。那加薪之后呢，要来购入一个人生的加薪礼物。我们继续看一下。第一次进到宝格丽的专柜，很紧张。问一下店员好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我是阿星，我是阿星。是。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店上的 B01 这个系列在哪里？啊 ，B01 的系列就在这个位置。这么刚好就在这边，对对对对。请坐，请坐。那你们店上最便宜的单品是什么？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材质，比如说白 K 金、玫瑰金的，甚至有搭上精密陶瓷的。那如果您个人去搭配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样式是消光的，我觉得这个蛮漂亮。有什么原因去想要买到一个这样的契机吗？这个说起来就值得开心一下，就是最近加薪。哦，恭喜你！对啊，老板在那边装傻，不是、啊。很值得纪念，对不对？人生几次能够加薪？哦，这就是项链的部分。对，项链跟戒指，这都是今年新的款式。B01 这个系列，它其实它的 B 代表是我们宝格丽 Burberry 的。那 01的话，因为这个系列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推出的。是。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印象就是电脑啊、手机全部都要重新开机。其实，在科技的这个部分，它全部都是用零跟一跟代码去组成。而且我有做功课，它这个设计是来自罗马的竞技场。对，对，因为宝格丽喜欢把建筑的艺术放到我们的珠宝里面。然后我看到它上面是有回旋的，上面这个回旋它其实代表就是一个生命的永恒的延续，去结合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所以也是一个作为你这个纪念是很棒的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造型也比较新潮一点、潮流一点。那还有别的颜色吗？因为我想多看看。像这个铆钉的也是比较新的，真入口啊。朋克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它外面也有做一些消光的陶瓷，陶瓷，而且它这个消光很棒，很漂亮，是它很像跑车那个消光的感觉，就是色泽就是有点接近这种材质、这种颜色这样子，超级漂亮。它之前是这样子比较亮的精密材质，哦，对，对，消光是今年新款，哦，这是新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今年刚出的。哎呀，我先问价位好了，因为都喜欢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全买。消光的这个价位到底多少钱？大概在15万。这个15万，对，那个戒指。戒指的价格的话是51000。五万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精密蛮多，这是宝格丽的。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对，价钱很亲民呢，而且戴的辨识度又高，您可以实际戴戴看看，因为整体的造型起它其实蛮漂亮的。我觉得这是买到一个人生一个纪念戒指的话，你都会不自觉露出一个笑。开心。那我项链可以戴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这边请坐，帮你做个可以戴。哎呀，尊贵的一个皮，我照着镜子。我怎么那么帅？我怎么变那么帅？哎、超漂亮的！因为是个性的单品，所以搭在一起也不会让你觉得它太夸张。好犹豫哦，怎么办？这个7万块，这个15万，好，想笑。来买这个的
像我这年纪也不多嘛，不然大家会觉得宝格丽可能是比较成熟一点，就比较稳定收入人才会购买。因为它的价格入门说不会到太高，就让你觉得可能要到二三十万。对，我刚刚你说七万，我真的有点吓到。所以你这样价格去买给自己一个犒赏的礼物，其实是很值得，超级值得。我今天戴这个好了。戒指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时刻我牌面记录起来，我以后来看我就觉得说，哇，人生第一次加薪，我就买宝格丽的戒指。在里面，如果你有需要，还可以帮你刻上日期。真的的，是免费的服务。这是免费的。对，可以帮你把加薪日刻在上面，你永远看到它很多记得。就这个。那我们项链不一起戴。项链的话，我选再加、再加、再加、再加，好的，再来买。再麻烦你帮我买。应该的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买单买起来。哎，突然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，但还是希望我妈不要看这一集啊。对，店员 Andy 去包装一下，我想啊，来了来了。这是我刚刚就挑这个，我们刚刚准备的戒指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赠品购买证明书，帮你开立好了。好的，因为我的饰品主要都是偏银色居多，基本上没有金色的饰品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买这个，除了庆祝以外呢，搭配上应该也是蛮会常搭配到的。这样，你有遇过什么买这些这个系列？像我是加薪，也有成年礼，这个也很适合呢。对呀、啊，各种人生的重要时刻，像我现在可能啊，我买了加薪的礼物，我可能我三十岁之后啊，我就是收入更有，我再买看一下其他系列，像他们的表叫 Octo 的，对，哇、哦，超级好看的，等我一下，没有问题，再找你，我们这边帮你做结账。好，对，那我要打桶边，我要开公司桶边，没有啦，人生第一个加薪的礼物就在这边，开心开心，好，放回去。Andy 说可以来贵宾室逛一下，带大家逛一下贵宾室好了。里面就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呐，啊，这个面积也蛮大的，然后里面展示一些珠宝。我今天非常满足，非常开心，购买了人生第一个加薪的礼物，好不好？是宝格丽的 B01。人生有很多时刻值得纪念嘛，那像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出国去玩，又或者是跟家人庆祝，但是这些我可能都会，但是我现在目前比较想要的是买一个可以存放很久的单品。来以此纪念这个时刻，所以我选择宝格丽的 B01。那价钱的方面，像刚刚大家看到，其实蛮亲民的，七万多块买一个戒指，而且是宝格丽的品质，一定是很档次的。如果你也想要购入人生的某个时刻的纪念礼物呢，宝格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那就开个水喝，庆祝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朋友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